这一箱是大叔要去扔垃圾被我抢下来的。他看这箱子这么破，里面的泥也化成水，以为是我不要的，但是这可都是我的宝贝呀。这是一个小可爱想看的，用这个清洁软胶混盲袋。老规矩，上我丁家祖传的大脸盆，先来一包清洁软胶。怎么好像果冻一样，又好像是硅胶版的果冻。你们先听音乐，我把它们全都挖出来。哇，一大块硅胶，肉嘟嘟的好解压。再来拆袋子里的起泡胶，我才收到了几天呀，已经化成这样了。哎，清洁软胶是绿色，起泡胶是蓝色，这样混合起来不就是马尔代夫色吗？就是不知道它最后会成啥泥。哎，最后一包还冒出个黄色，还挺期待它最后会变成什么。先来点仙女水，开始混合。我怎么感觉好像混合不进去呀？这个清洁软胶太顽固了。我跟你们讲，现在这个手感特别神奇，别看挺粘我的手，但是没办法再加仙女水了，因为这样一粘就能粘下来。而且我发现不是起泡胶粘，是这个清洁软胶粘。天呀，好容易把一些清洁软胶混合进去了，但是又变得特别特别的粘。但其实这样揪起来还好，能混成这样我真的尽力了。戳起来已经没啥声音了，而且手感好像在戳一块肉肉泥。肉肉可不是我家的肉肉哈，我真是想多了，还想用它拉布，完全扯不动啊。算了，就这样吧，还想看什么其他粉泥，就评论区告诉我吧。拜拜。